读书时期的时候我就有做灵眼，所以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对演艺是有一点兴趣的，才华是那一扇门。签了约当全职艺人到现在，我觉得那整个过程是让我收获非常多，让我知道说我要非常珍惜我接下来所得到的每一场戏还是每一个角色。我会继续努力，不会让你们失望，也不会让自己失望。以前是零演，我有从零开始，我这个例子给了很多有梦想的人一个很大的信心。我现在拿的角色是主角，我现在拿的角色是可以到海外和很知名的艺人合作，我觉得那个机会是真的很难得到。因为我参加到现在，我真的是没有一丝的后悔。24位新秀即将强势登场，谁会延续红星的精彩？才华横溢初新秀2019。